刚刚收到一个特别回向，他们Sunny讲说，帮我们子莲雷藏寺做整地的公司，这个不老实报账，然后工程机器也不老实报账，反正就是做事就是会遇到这些的，或是我们在那边的东西会被偷，或是什么这些，反正很多了。所以种种都要去回向，这个他们有这个善缘的，不要有这些好像恶缘的，来这样子的报假账，或是来做事态度或不好。另外就是政府的环境的这一个什么暴雨防治工程的视察人员，哇，真的常常来刁难，他看到有这些没有收好的就罚钱，一天就罚100，然后下次来就罚几百，还再罚1200，然后就停工。所以呢，难免就会有人丢这个丢那个垃圾啦，丢什么，因为工地嘛就是这样，所以他就是百般的刁难，就是所以这个种种就是要非常的遇到善缘。所以我们在等待开光好像很简单，这个种种的一切的进行中，你没有在里面，你不知道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的很多的经历。像前些时候我们就有，不能说是谁偷了，对不对，但是就是常常有东西不见，我们的工具啦，我们的种种的材料啦，已经是到处都电眼了，到处都怎么样，还是一下就不见，一下就怎么样，这要重新再买都是钱。那谁偷了呢？没有证据啊，是不是呢？没有证据啊。所以呢，周师兄就回来跟我讲，哇，又被偷什么，又被偷什么了。这个很想晚上不睡觉，拿把枪在那边等了，气死了嘛，对不对呢？这个真的有时候真的买来都是钱，突然之间就被人家偷走，那真的很生气啊。那谁会知道你哪边开工程呢？大部分都是内贼的多嘛，是不是这样子讲？你才知道这个工程里面在做什么，有什么啊？不是内贼偷，或是内贼就联络外面人偷嘛，肯定的啊。不然知道哪边有在开工地呢，哪边在做什么事呢？所以他回来，他也不知道是谁，是不是？因为在偷有这些 camera 都照不到啊，因为他知道你设在哪里，都会先把它关掉啊，你就照不到啊。那就回来跟我讲，我也实在是不应该。我说偷人会有恶果的，不要担心，偷人会受报的。我就讲那么一句话。糟糕了，果然没有多久，就有一个人从上面摔下来，不在我们的工地里的，在外面，就不能动了，就休息大半年了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你怎么说是他偷的呢？那因为有连贯性，这个人到别人的家里，他们在做其他的工程，所以你们自己家里有东西，请人家来做工程，务必重要的或是价值的都要收好搬离开，这些工人就会这样子拿，手不好的就会这样子拿。所以他们这样一团人去别的工地，人家的家里私人，哇，看到照片也拿，看到酒也拿，看到什么东西都装啊，这就是这样子啊。你等于就是公开欢迎你来拿，不然你为什么不收好？他们也很难去管理这些工人啊。那他在拿的时候，人家有跟他讲不要拿，这是私人的地方啊，拿了人家也许会拿，他不管，他照搬啊。那结果搬了以后，第二天那爬楼梯上去就砰，也不过才多高啊，7-8尺啊，跳下来都不会受伤的，一般来讲砰就肋骨就断了，大半年都不能动了，大半年不能动就没赚钱了。那马上我们就联想了，对不对？马上就知道了。那给我们包工的，你看那工头，哇，常常说到我们的庙被周师兄压到都没钱赚，哇啦哇啦叫。可是呢，
你少收我们的钱，你有功德力啊，你爬到十几尺掉下来，好像人家给他扶的屁股这样下来，他说都没受伤哎，你怎么去说呢？是不是？你想想看，两三层楼你掉下来不会受伤啊，人家就是不受伤啊，你怎么办？所以他来跟我叫说没赚钱，我说没有让你残废躺在那里已经很好了，你赚了钱，那些钱也让你不会健康起来。有功德力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你跟他讲，哇，十七十八尺掉下来不受伤，不可能的事。那个五六尺掉下来会受伤，躺半年，那就要看你了，看怎么做。所以像这样都很不好，尤其是做这种众生的事。你知道这些，这是哪一家公司啊？看一下，啊。OK， 是不是？嗯，这如果有一百万人捐助，你就完蛋了哦。一百万人欠一百万众生哦，这个做众生的事要非常非常小心正确的。好，阿赖明王做主，一切进行之工程迅速顺利完成，恶缘破坏速除。我们有个小孩早上七点。的飞机飞到巴拿马，那买那种比较有折扣便宜的票，不能直飞，他怎么样？从这里旧金山飞到哪里 ？San Diego 是？不是，还是芝加哥 ？Chicago 还是什么？飞到芝加哥，芝加哥再飞到马阿米，马阿米再飞到巴拿马，所以他们要这样子哦绕。那小孩子呢，早上出去护照啊，三四点出发，一定还迷迷糊糊的。然后呢，飞到芝加哥了，找不到护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要经验。如果他随行有两个大孩子，就交代大孩子，因为小孩子真的是，尤其是他本身就是非常迷迷糊糊的小孩。所以我在讲的时候，妙行说：“我到大学，你们都还不给我护照嘞，出去都放在……”我说。对啊，已经了解他连钥匙都会掉的人，什么都会掉的人，怎么还放心他呢？所以就是本身我们做父母就明白这个小孩是怎么样，主动就会那个，对啊，他到大学入社会，我们再给他家里的钥匙，你看看都不给人家相信的人，那你给他十只掉十只的，那从小就知道这个个性的，所以怎么能够再给他带东西呢？那就是互相牵连的，一个人做什么事情是牵连性很大的，不是说只有你个人。好了，就是这样，一切进行之工程迅速顺利完成，恶缘破坏速除。像这样虽然给了我们建造了，可是这个政府没事就来这一个这样子刁这个难刁那个难，哎呀很头痛的。我曾经讲过，我们建造出来了，可是还是怎么样刁难我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哇，那个工程师，政府的工程师一进来看到我们的板都定好了，哇，很生气，大骂，谁叫你们定板的？拆掉拆掉拆掉，为什么要拆掉？我还没有检查你们的钉子合不合规定，钉子有他们规定的长短厚薄，有没有是他们的尺寸要求，然后这个钉子跟这钉子的距离有没有规定符合标准去定，拿尺去量，钉子拔出来来量，哎，哇，我告诉大家要真的经历才会知道，没有人敢讲话，政府为大，到时候他给你安了一个什么样的名字，不让你干你就完了。即使都已经通过了，申请了十一年，终于建造出来，还是层层关关在刁难。你看，这不是想象中说哦，开光啊，什么时候开光啊？开光，除了钱还差很多以外，这些小动作，还有外在的宗教信仰，没事来给你洒水，没事来给你贴十字架，没事来说你们这魔鬼教。你们没事去那边被撒一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灰头土脑啊！我说他们怎么可以走进来这私人的 property？ 他说：“所以啊，现在没有办法去防这里啊，
工程车来去，他们就这样混进来了，就在你四周给你做这些动作啊，他们也在做结界啊，清净啊，他们就不准我们这个魔鬼教发挥啊。哇，太关爱我们了，是不是？请你们也去关爱他们啊，没事去做一下，我给你们发什么东西，十字杵，十字杵应该 OK 了，你看，对不对？虽然跟他们十字架不太一样，可是这是美观，是不是哈？可以跟他们讲，嗯，你看，我是遇到过一次拿十字架对着我的，就在我们的门里面，干嘛？我跟他讲，兄弟姐妹们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啊，在上帝天父之下，我们都是兄弟姐妹，大家同一家庭的人啊，是不是呢？要跟他们讲好话的，是不是？下次请你们也拿十字金刚杵去。那天正好我带个香袋，有十字金刚杵。你看，我们都是同一家人，从老祖宗开始，跟他们解释了什么叫十字架。我们每一天，阿门，还教他们哦，你除了祷告以外，你不是就只有阿门，你要这样子，阿门，仔细做好一点。然后出去十字架，不是只有在你身上，是在你头顶都是，十周围都是，而且你还念这个上帝的这个阿门结界的话，嗯，菩提堂这里，我听得莫名其妙，真的有这一套，真的有啊！你们没有深入研究，我读神学院有读来的，煞有一回事，对不对？这是真的啊！耶稣只有活三年多就死了，他没有教道啊。我帮耶稣教，是不是？真的，如果今天耶稣给他活49年，今天就不是这样了。我们释迦牟尼活49年才教这么多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也在开玩笑看我啊？他才活3年多才教幼稚园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不然你们问耶稣好了，也问不到。耶稣叫我教大家的啊。那个耶稣说来到我们学校叫我告诉大家那个什么啊，告诉他们叫我教大家，就说我是救世主。我说不要啦，千万不要这样讲。他说什么？你以为你自己是提高自己救？不是，救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成为自己的主人。大家都在往外求，哎，去把那个你听到了我的声音哦，马上有人听到，你要太棒了，这个相应很快，对不对？你听到了我的声音，耶稣显灵在佛教学校。你看，我们实在太多东西，太多好报告去宣传了。耶稣也来了，你看看，这是真人实事啊 ，CNN、CBS、KDTV、KSDS、Univision、KGO。Internet, San Jose, 什么 Mercury News 了什么？哇，很多的嘞，真人实事啊，报道啊，什么时候？1999年，哇，距离现在有多少了？15年呐、啊，老天呐、啊，15年了！1999年3月31日发生的事情，现在这么久了，有谁去宣传？真的啊，太棒了！那时候，哇，当天晚上这个消息出来，啊，耶稣降在佛教学校，人家马上来画，然后我们中国人都是自己人啊，中国人都是不当一回事，人家全世界信仰这个耶稣的圣母玛利亚，马上北美时间最大的金山 CBS 电视台，这个第14台 KDTV 啊，第48台 KSDS 哇 ，KGO 全部广播电台。电脑网络都来，我们大家都不当一回事，真的啊！你看，曾经有这么轰动过，哎，连南湾大报、圣何塞的什么 Mercury News 也连播2天，以大标题报道事情的始末。哇，你看看，还有墨西哥的报纸叫什么 ？Nuevo 怎么念？Nundo Nevermurdo 是吧？哎呀，不懂啊，这个西班牙话、哦、然后本地报是 AI
ARGUS Angus 是吧 ？Argus The Argus 更在地方版头条刊出详细内容。我们现在这些报道到哪里去了？谁收的？有没有人去注意这些？西方报纸都大版正版，我们大家都活在什么地方下？曾经有这么轰动过 ？2020 用半个小时来播我们的事情，在中南美洲，我们大家都不知道马该耶，我们成为这么有名的，没有人 care。我是为什么知道？因为我们同门活在中南美洲，看到了报道，哎，这不是我们真佛冲的吗？来跟我讲 ，2020 很大的消息，我们 nobody care， 怎么去发扬啊？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发扬，老天都来帮我们，我们自己都很难帮自己。你看人家都是正版的、头版的。我们在 care 我们的小小的世界星岛中国人的，全世界都有名了，我们哎，我都不会讲，都不会趁胜打击、趁热打铁，是不是？其中的 KDTV 西班牙语台播出来以后反应热烈，其全美总台认为这则消息对拉丁美裔族群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，第二天又派专员来深度的采访，向全美国及中南美国家做国际性的报道，整个传奇就这样开始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正式要做专访的时候，我本来不在，突然开车经过，我就进去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上师来了，好，让我们上师来跟你们解释最好。”本来是法师，也没人跟我讲，因为每天都来这样子，也没有特别说我们要在那里站着被人家受访，所以就没有这种安排。正好我去，他们就 OK。那这个专员就赶快跑到厕所去补妆。就在他去厕所补妆这三分钟，我带着一群法师在等待，砰一下来了一阵怪风。把我们的这些资料宣传全部吹到地上乱飞，我们大家就赶快去捡。突然之间来一阵雨啊，把从哪里来，冰冰冰冰，又风又雨。然后一下，那一个人在里面补妆三分钟出来，雨跟风没有了，出来大太阳。他问我们大家在干嘛 ？What's going on？ 就在三分钟，有大风，有大雨，有大太阳，三种这种。情境，你知道怎么去说？西班牙电视啊的这个女主角，这个记者，你知道拉丁美裔的天主教徒，他们是天主教徒来的。那么他们就讲了，耶稣为什么显现在佛教的地方呢？因为耶稣向立会上师示现的时候。上师问：“为什么你来我们这里？”耶稣说：“因为你听到了我的声音。”啊，金母，我现在讲到这声音，2011年，金母把我的开示传出去，也是声音，对吧？相连了，相连了。耶稣跟金母，你看看，好，因为你听到了我的声音。什么是耶稣的声音？只有一颗平等的心，一颗不分种族、性别、肤色、智愚，就是智慧跟愚笨、美丑、语言、年龄、贫富的无私的心。这样子的心才能听见他的声音。这是耶稣说的。耶稣显灵在佛教学校，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：真正的大爱要无分别。人人心中才会有天堂。你看看这样子，听到了他的声音，哇，15年前了，都忘记了。你看，耶稣说：“我的爱是完全没有分别的。如果有人要曲解我的爱，就无法接受我的讯息。天国就在你的心。”光明的人就有天国，污秽的人就没有天国。
原谅别人就是珍惜自己。所以要去我们这里的内脏是破坏的基督教徒或是甚至于其他宗教，请记住了，你们的救世主讲的话没有分别，光明的人就有天国，污秽的人就没有天国啊。这个刚刚的法师请把这个贴在我们那里，我们的职员雷藏士，我们有英文有中文有西班牙话，大大的打开贴在那里。说骂我们是魔鬼，这有没有搞错？耶稣都来了，有没有搞错？你们所信仰的牧师教堂有没有被这样报道过的？哎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们为什么自己大家都当缩头乌龟啊？哎呀，被人家骂就完全是被人家骂嘛！啊，他们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带领他们祈祷的人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有没有带你们祈祷？不要让其他的教是魔鬼教来怎么样？没有什么教派，什么什么魔鬼不魔鬼，你心要光明，就不会看人是魔鬼。你心里怎么样，看人就怎么样。你没有这回事，什么都没事。一定要这样子去信念的，对不对？原谅别人就是珍惜自己，因为你不原谅别人，你就气啊、恨啊、怨啊、骂啊，想办法报仇报复，你就虐待自己啊，好苦啊！为了要报复别人、生气别人，你知道多难受吗？不能吃，不能睡，不能坐，好好坐着，天天都气啊、恼啊。那真的珍惜自己，就是要原谅别人。不要去报仇别人，不要怨恨别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爱是完全没有分别的。如果有人要曲解我的爱，就无法接受我的讯息。我的爱是不分种族、性别、肤色、至于美丑、语言、年龄、贫富的。只有无私的人才能信仰我的教导。你听到了我的声音，我传留在人间的声音，这才是真正耶稣。其他的如果讲一大堆，只有一神论的，耶稣是不能接受这的，只有上天堂下地狱，如果不信他们的神，那就不对了。耶稣不是这样的。我就问该怎么做才能引导众生走向真正的光明大道，您的天国。耶稣说，我的流血是为了众生的无知无明，我要帮助众生清醒，只有复活让众生明白，天国就在你的心，光明的人就有天国，污秽的人就没有天国。不要害人，不要误会人，疑心好胜争斗都会带来战乱与不平。你看看现在的世界社会都是这样来的。你看我们每一天在饮食就要超度这些众灵，你看这样引上去到哪里去啊？你以为上去就上去吗？你要清晰的观想，除非你已经训练，是谁在头上引领这些灵，你要把它想出来，哪一尊佛菩萨神明金刚，你把它想出来，然后你再接引这些被杀、被食、被堕、分尸、肢解的众灵，你引领他们念完嗡普利，不是嗡阿贝拉哄堪察拉梭哈，念完七遍，观想上面头顶的光明铸造这些被杀死的众灵，他们被照到光明以后，智慧增长了，意识起作用了，愿意离开这些怨恨被杀的过程了，愿意上升解脱了。所以光照他，我们的光在照他，加持引领他，帮助他把这些灵引身，念完之后引身，他们被光照显现智慧，就显现光了，就像星星上面看每一个都光出来了，然后再引他们上升。上升到哪里？你刚刚想出来的头顶的佛菩萨全身放光，你让他去哪里？回到他的佛心。佛菩萨的心就是代表光明的净土，你要有一个方向感，不是丢出去就算了，就交代了，
要把他们很恭敬、很诚心、很祝福的上去了，进到你观想出来的佛菩萨，回到他的心中，往生了。你的念头要这样发出去，这些灵就受你的引领上去了，就有方向感，就有知觉了，心啊光明。只有这些佛菩萨的心，这些成就的众神的心才有办法啊、哦！所以这个要让大家知道，你知道？哇，那时有个南斯拉夫跟北耶的战乱，登出这些可怜的难民，我看到伤心流泪啊、哦！我那天在讲，决定星期六做一坛救兵在杜姆的父母，来帮助停止这个灾难共业。不要再让它扩大、再延续、再受苦，你知道？所以我们在做这些都是很难让人家明白的。我们这样的修行修法，不是一般的求自己的愿望、发财发达。我们今天的修法都在帮助世界各地的众生。你看，1999年，你看那时候正好有这样的战事乱世，我们在修法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又讲，不要吃醋，不要嫉妒别人，占有自私的人都会烦恼无穷的，爱是要宽广的。耶稣说，原谅别人就是珍惜自己，我的爱就是这样，人人都懂得这个道理，世界就会太平，社会就会安定。你看看，多了不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很敬佩耶稣基督的，很敬佩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。我说这两个教的教主，我真的给我这个人生很大的指引。啊，当我有什么放不下、割舍不了的时候，我马上想到释迦牟尼佛，他整个国家都能够放了，他整个后宫3000佳丽，他的弱小的儿子都能够放下。他的荣华富贵，他的饮食享受，他的什么都放下，一个人就这样走出来。你们出外去玩，身上都要带点钱吧，带点信用卡，带点穿喝的衣服吧，都没有，就这样出去了。你看看，谁能做得到？谁能做得到？他有这个决心要修，就自然就会修出来了。你知道，如果叫你去闭关，你一定带满了整个货车的东西去了，怕饿死啊，怕冷死啊，怕虫咬啊，一大堆的药都要准备好啊。那你看他，因为我们差太多了，我们现在怎么修啊？是不是呢？那今天怎么会讲到耶稣呢？真奇怪，那大概耶稣出来的吧，对不对？啊。真的是，因为当我遇到许多困难，会想到耶稣基督，这是老实话，我会拿他来做比较。我受的这点苦算什么？我这些苦难算什么？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呢，耶稣受那么大的灾苦，还能平心静气，毫无怨气的原谅他人的过错，我算什么呢？我每每就从中得到激励，而超越许多困难。我那时候自己这样讲，因为敬佩，很自然的我就说，耶稣基督，请接受我的顶礼。我真的就顶礼了。您的伟大无以言述，您为众生所流的血没有白流。现在有很多人，仍旧有好多人承受您的精神的应召感召，在学习如何发挥真正的大爱。所以我就讲，请不要舍弃我们，请与我们同在，请扶持我们的教育理念发展顺利，阿们。我讲，我愿承袭承受他的大爱的精神感召，我是顶着你讲的，他跟佛菩萨是同等地位，没有分别的。我看到他全身放光，整个在宇宙中虚空中光芒四射，他扶我起来，耶稣扶我起来，他说，请起，我喜爱的孩子啊，那时候15年前，他说，你会回天国的，你所受的苦我们都知道，去告诉众生，你是他们的救主
耶稣基督、圣母玛利亚显现在这里，就是一大证明。唤醒他们吧，我会再来的，请记住我的叮咛。我说不敢啊，耶稣基督，我不敢告诉他们我是救主啊，太自大了吧，人家会不相信的。他说做我所说的吧，你有爱心，上帝保护你。我就问为什么我有如此大的恩典，他说因为你听到了我的声音，而且你也做到了。那这就是耶稣今天出来讲，你知道吗？他说真正的爱是要教导众生成为自己的主人，现在都是以他人为主，自己不能做主，自己不能做主的人永远只有受苦。我所体会的，你是他们的救主，是去唤醒人们的本性。以前人们希望他带领到天国，但现在人们自己走入天国，我们的心就有天国，随时可以进入自己的天国，现在就在天国，而不必仰赖，不必依赖。这么好哎，我们就这样东丢西丢。15年前呢，真佛宗是实修的，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真正有自己的天国。像师尊，他显现在是创造真佛世界，创造一个天国，又创造一个佛国法界出来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，只要你像耶稣基督、圣母玛利亚、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、莲花童子，所有的这些得证者，得到宇宙虚空的一样广大智慧，就可以做得到。哇，今天耶稣基督竟然显现在我们的观音墙，就请他帮助我们。刚刚已经回向完了，他又讲一句话，我来这里是为了帮你做学校。哎呦，差一点要把学校关了。 OK， 那大家都忘了他所说的这一个道理，都做不到啊！即使我知道也没用啊，我说了也没用啊，是不是？可见得他也赞同我们的理念，自主身世明心见性的学校，来帮助观音菩萨宣扬慈悲喜舍的精神。非常感谢，祝福大家。可见我们这么多年 follow 这个 California Standard 这种学术的，通通好像都没什么作为。大家要名要利要功要什么，错了，好学校读出来又怎么样啊？赚大钱又怎么样？是不是？错了，错了，通通错了。